OK，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喽。上次我们讲到那个车子的那个连续的用味觉方式嘛，那我有快速的做了一个这种连续的方式，其实就是用之前的档案把它套用过来的好，我们上次已经做到这个，就是把它车子有的路径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点点模式去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轮胎假设这是我的轮胎了我们把它稍微把它弄得多一点多一点的这些点点，然后让它可以顺利的把烟喷出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有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把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在以前传统的 particle effect 里面有这个pyrocluster，这个 pyrocluster 我们就直接拿它这个小技巧来用来，这个是我的完整路径，完整路径在这里。所以我从一开始的路径这样边走过去，都是有的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用intersection analysis 得到的这些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点，把它第一个当然是先稍微把这个点稍微移少一点让它少少的就好，然后再来是让它有一些像这样子。很长距离的，因为我们把它从第一格到第180格，如果你的距离是如果你的 frame range 是180的话，那你就让它一定要零到180，因为我们要得到完整路径。那我们得到完整路径之后呢，再把它定在最后一格FEND 就是 frame end 点一下，可以知道是180格。那180格的长度，它其实走了这么长。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做区分，用 pyro cluster，不是用 cluster points 所以你看我现在有 cluster points 之后，我得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段，这一段一段的。到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把这那么长距离的这些烟把它分成10台机器去做，或者是如果你一台机器要跑这么长的烟的话，可能记忆体就会爆，因为。假设我们这样喷一段的烟，可能你的机体要占用可能20G，那这样10台机器又占用200G。那如果你的10台机器占用了两百，不，你用一台机器占用了200G的机体，你把它分段做，可能一台机器就20到30G 而已那就是可以让你用一台机器更有效的运用在模拟上面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机体是有限的啦，我没办法说就是。我们要怎样就怎样可是我们要认知我们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去做这个东西的处理，那就是有效率的做法。那这 cluster 在哪里控制？你看我这边有10个 cluster，那如果今天我不要10个 cluster 呢？我觉得我机器够猛，5个 cluster 也可以我机器很逊，20个 cluster 也可以。OK，那我们先用10个 cluster 来做，然后再把这个 transfer 过去。怎么说呢？就是。我做了一个东西叫 I cluster，那这个必须要读到点里面的资讯这个是一个蛮常用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 function 是在干什么，你可以这样子来你打 point，sorry，你打 point 这个函数打一个小框框它就会跟你讲它这个东西在干嘛。有没有？point read point attribute value from a geometry，所以如果我要读某一个 geometry，这个 geometry 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是 solver，我就觉得可以是个 geometry 只要从那个地方比如说我要从我的这一边，对不对？去读取它的值到我现在这个物件上我现在这个物件是什么？就第一个接口读谁？读第二个接口还是第三个接口还是第四个接口？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不用担心，你看这边就会讲 point geometry 这个一就是第二个接口，0123，懂吗？零，这是零，
就是一零就自己啊、哦，一二三，然后读什么参数？你看这边按一下 i， 里面有什么参数？我要它的 cluster， 因为在这边我们已经区分 cluster 了嘛，对不对？可是我原本的这个啊并没有，你看我原本这个还是呆呆的这样一直走，对不对？我原本这个呆呆的一直走的情况下，我要把这个它经过的哪一个 cluster， 它就被归类在哪一个 cluster， 所以我才这样做，好吗？所以我就说 near point， 哦 near point，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这样打，难念 point， 括号，就是说 find the closest point in a geometry， 就是找最近的点，哦，找最近的点是哪一个点，在哪一个位置，就跟他说从第一个编号一，编号一的第二个接口的位置资讯，去找它最近的点，然后把它里面的参数有个东西叫 cluster， 写入到 iCluster 里面。这个 iCluster 是给谁的？是从这边第一个接进来的。它原本没有嘛，对不对？它原本只有 CDPV， 然后呢，在右边我们才给它做了一些这些处理。我们做了这些处理之后，它才知道哦。做完处理之后啊，我把这一段一大段东西区分了，然后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会去找哦，比如说我现在点在这边，我就去找啊，我现在在这边的点的话，对不对？我的 cluster 就必须是这个编号的 cluster。那如果我跑到这边的话，因为我会去找最近的点，啊，最近的点的 cluster 参数会被它吸过去，所以我就得到了第二个 cluster 参数。所以当我这样用下去的时候，对不对？他就会吃到他正确的参数，吃到正确的 cluster 的编号，好，那再来我们用 blast 是我们之前老招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打，对不对？我们也其实也是从 qlib 干过来的。那我们怎么从 qlib 把东西干过来啊 ？space partition create blast sort 啊，就是这个啊，这就是从这边干过来的。啊，你这个index geometry 你要稍微改一下，因为我不喜欢用它原本绿色的哈，叫 path index， 所以我会把这个删掉。现在这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那我就把它改成我想要的名字，比如说我想要的名字叫做 love 也可以哈，但是你最好要打一个大家都听看得懂的吧。所以我通常会把它改成，比如说通常都叫 index 啊 ，index 或者是。seed 之类的，然后 seed 我通常是给一个特效，可是有很多东西会把它聚在一起的。那如果我不是用这种 seed， 然后是用分段特效的话，就用 index， 因为 index 它就是排列式的嘛，就是0 1 2 3 4 5 6 7 8 9 10，那我就要它照0 1 2 3 4 5 6 7 8 9 10这样方法去走，这样就好了。好，所以你看我这边命名叫我们命名叫 cluster 也可以啊，看你喜欢。好，所以我现在用的这个 cluster 零。有没有啊？看一下。哎呦，哦，有了有了，跑到这边了啊、哦！是第一个 cluster， 你看，其实在这里。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按一下，这个杠杠，你看，我现在原来编号零的 cluster 在哪里？编号零的 cluster 在这里，所以它其实它并不是照着从头到尾编排的啊、它是分散的，可是其实并不影响，因为它会。可能它是时间轴在动的时候，对不对？它动到了它那该有的、该吸到这个参数的点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啊。它吸到点的时候它才会出现，所以它是跟它不是时间错置的啊，它是有照着时间顺序而走的，那这样就可以了啊。反正都会同时送出去在不同的电脑上，这样好。然后后面就很简单了哈，后面就直接来比如说用什么。Density, temperature, color, alpha, velocity。如果你要用新的 Pyro source， 现在就变得蛮简单的哈。以前我们在 18.0 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哦，现在 Pyro source 可以直接点。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source 有 color 的，我就按 source color， 哦，你看它就会 color, alpha 都加进来。啊，如果我要 source 有 smoke， 就是 density, temperature, alpha， color 都会进来。那其实这个东西还缺一个，缺什么？我们最喜欢的啊，按一个加，在下面给 velocity 啊，我们需要 velocity，OK，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走路烟雾的配套啊。那这个东西弄完之后呢，我就先把它删除。
然后我会这边也是一个新的啦，就是其实它并不是新的，它就是以前的 HB Noise 跟现在 HB Noise 有些许不同。这个现在加 HB Noise 很简单那我们就加一下加给谁？加给 Density， 它有点花样。Temperature 也给它加一点有点花样。那 Velocity 就不用了Velocity 我们需要它跟之前一样，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最后把这东西做一个 build 什么 build volume， 所以它这边就有 volume， 你看到？那现在这个 volume 是有点肥了，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调整到我们想要的大小，好吗？然后这样弄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 Pyro Solver 这个 Pyro Solver 我就直接用这个 Pyro Solver。如果你想要改的话，对不对？你最好自己再从无到有做出一个你想要的这个 Dot Network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用这个了，因为我觉得只是烟雾而已，并不需要做太多太麻烦的设置，我就直接这样用就好了。最后接我们这个小外挂，如果你没有的话，现在我这个外挂我还没有找到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 permission 的这个问题给解决？因为我这个前一版使用上是没有问题啊，就是我最早在开发这个的时候是 17.5， 是还蛮正常的，这18、19的时候就有点怪怪的，我可能需要重建这个不过我们今天讲完之后，我会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自己自制外挂做 HDA 的方法。那你们之后呢，也可以照我们这个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很棒的设置那你也可以把它打包成一个那种属于你自己的小外挂那这个是蛮方便的，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在做一些重复的工作，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处理模型的 velocity， 我们经常在处理可能模型它要喷烟或喷水的 source，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重复性很高的。如果是重复性很高的话，你可以自己打包成自己的一套工具，比如说我自己常常用的，我就自己打包成我自己喜欢的一套工具这样。那我也告诉你们怎么做这个上面这些小图啦蛮简单的。然后做完这个工具之后，对不对？你就会知道原来胡定的运作模式是这样其实并不会很困难。好，然后接着我们到这个Pyro Solver 这里面它虽然叫 Pyro Solver， 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工具它只是把原本 DOP 或者是 SOP 的一些跟 Pyro 相关相应的功能把它搬出来而已它里面还是一样的。当你要把这个工具解开，如果是原生工具是解不开的假设我给一个 box 像这个东西你就解不开，有看到按右键你不会看到 Allow Editing Contents， 那如果像我这个 Pyro Solver， 我按右键你们看这边就会出现 Allow Editing Contents， 就是什么？我要编辑里面的内容。当我按编辑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它右下角会出现一个锁头被解开的。那这时候你点进去，你就可以编辑里面的内容。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这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我先把它关掉，关我，对不起，来。你就发现原来这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是代表什么意思？一就是第一个接口接进来的东西，二就是第二个接口接进来的东西，所以我知道它有两个接口，你看到 ？OK， 第一个接口接进来的东西，它把它做了处理。这个 switch 它是一个切换就跟开关一样，或者火车有没有？火车有时候要往左走或往右走，它有一个开关一个闸口这样的东西。那它是比如说你看。如果是 volume for sourcing， 它可以直接进来，那就没问题可有一些呢，它会怎么样？它会需要你可能做一些编辑，然后最后再把它 convert 成 VDB 所以当你预设原本 OK，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嘛我们一定是走左边这一条，就是直接就可以用。那有时候它可能右边要做一些处理，它就可能要把某东西打勾，那它就会切换到那个地方做处理。那你就可以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做一个打勾的不是这个啦，可是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开关去做到时候我讲 HD 的时候我会讲到。好，那接着我们就看 Pyro Solver 之后呢，我们用了我们的小工具我们的小工具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啦就是左边呢一样是传统的 cache 的地方那右边是如果我这个东西
我现在要显示，那显示是什么呀？所以我这边左，我左边这边哈是做模拟，东西一样要进来，因为我要直接在这边做模拟，模拟的下面我直接做一个输出的动作，然后我进来之后我又做了一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我只用一台机器做，我不需要分散成很多机器，也可以，因为如果有时候只有一台机器的话，你就让它模拟十次，那就用一台机器就好了，那这个呢，只是说 cache 某一段的模拟，可以是水，可以是烟雾，都没有关系。所以当我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对不对？我就得到一个小测试，就可能是刚刚我那十段的其中一段，我大概知道它在干什么。那当我觉得那感觉不错的时候，对不对？我才启动 wedge。这个 wedge 呢，也是我只要跳到最外面，跟他说我要用 wedge， cache， 跟他说 on wedge。当我把它打勾的时候，它就会切换到右边。如果我没有打勾会怎么样？我再回去看，有没有发现右边现在变虚线，现在变左边？因为我这个棒子是连到 on wedge 这个东西，它打勾就是一，没打勾就是零，现在是零哦。我们再回去看，我把它打勾，再回去看，就变一，就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设置。好，所以我现在确定要 wedge 哦，不管我创造这个工具到底是为什么，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呢知道 wedge 了，可是 wedge 模拟完之后，我们当初应该说我们后来我们把东西叫进来的时候是件很麻烦的事嘛，对不对？那在这边的话呢，我已经做好了，就是读取一个档案跟读取很多档案，这个读取很多档案就用个 loop 的方式把所有档案读进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到 output 1， output 0， output 0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输出的，那我们全部东西就会在这里啊，就是这样子。好，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要把所有输出的一个一个的把它 merge 在一起。稍早之前我们在用传统的 wedge 方法的时候，我们把它 merge 不是用 file merge 吗？那个的名字啊，你要输入啊，都要用绝对路径，那个我觉得有点笨了。那我觉得直接用我这个方法，用我这个小外挂弄是最快的，好吗？好，那接着我们就继续看一下，现在我这个烟雾，我刚刚稍早之前我已经先 cache 一下了，所以我可以先看一下啊，来，先把这关掉，烟雾掉，完了，再跑出来，我把这点关掉先，完了。这里的话，我们把那个车把它弄出来啊，有没有？这就是车，这就是它后面的烟雾，感觉还不错哦，哇，有没有？然后飙出去。如果你们这里有车子的碰撞跟轮胎的话，这一定会做得更棒，好吧？这绝对会做得更棒。来，像这样子有没有？你就想象这是一台跑车这样子，超帅，好吧？然后它地板上的颜色也吃得到，因为你们如果还记得我们上次有用什么东西？我们上次有用这个，这个很多酒桃的这个贴图，它会贴。如果你的地板有自由化贴图，可以直接继承到它的贴图，然后就很方便。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哦。现在你看我把它所有东西 merge 起来的时候，你去看它的 I information，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 density CD flow 什么的。我不应该有这个 flame。可能我输出的时候不该输出这个啊，如果我输出的时候不要输出怎么办？就到 export 这边哈，看一下啊，有 flan， 我根本不需要 flan， 不用浪费时间，你就不用去输出它。其实 temperature 如果你的 temperature 是给火或爆炸的话，你就需要啊，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也不用，因为你弄这个东西就浪费你的资源而已。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其实只要 density 不大是一卡的就好了哈 ，density。烟的本体必要的嘛，velocity 你算 motion blur 需要，然后 CD 要试颜色需要，那这样就够了，其他都不用。好，现在我们这样看啊，我们这样表出来了 ，OK， 读取的有点久，我看一下，说网路赛车。也有可能只是太重的关系了来，
帝王果干，超帅。以前要做这种很长的是很麻烦的。好，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你把这个哈，这边有一个 display primitive horse， 就会看到它的格子，有没有？它现在是有很多组的格子拼在一起的，有没有？现在这样看可能有点难看出来了。如果你只有两个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有很明显的边界线啊，就是可能这边是一块啊，这边是一块，这边是一块，这边是一块这样子啊。那我觉得这样超过啊，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我们就接着把其他的我们把它复制上去。来，上次我们还要做两个很奇怪路径的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弄一下。现在呢，我有一个位置是在这里，我可以可能把这一段全部复制也可以的。我们先把这全部复制好了，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一段一段一段的把它切割成很多不一样的话，可能会有点复杂，但也许也可以哦，说不定。如果我们把这所有东西把它 merge 起来，好，这是三台车的，这个我不确定可不可以啊，我感觉应该可以。然后这三台车都要算 velocity， 有没有？一个在原地跑，一个在那边跑，然后这边一样，我们要 transfer attribute， 对不对？好，这个在做这个，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 catch 一次。现在我先把它复制出来，因为原本的 catch 我想要保留，如果做坏掉的话，我还可以回来。那我这边跟他说，这个 new 叫做 three cars， 三台车。那这个的话，要把名字改回来，不然它读不到 catch。那这边的话，我们就让它存一下。如果是三台车的话，对不对？我建议三台车的碰撞要一起做啊。我大概讲解一下为什么啊。如果你的碰撞没有一起做的话，我比如说这边有台车，这边有一台车，啊，这台车先冲过去。啊，另外一台车才冲过去，当这台车冲过去的时候，它会先产生烟雾，对不对？啊，然后你另外一台车冲过去的时候，它应该要把烟雾撞开，啊，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现象，它才会感觉到这所有的车都在同一个场景内，所以你必须，最好是把这个车的碰撞都做同一个，啊，这样他们才会彼此交叉撞过去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用 SDF 的话，对不对？做这个碰撞的间密度，我们可以自己控制。如果是很远的话，它一定要撞过去，然后你可以就把它调的 low 一点，哦，就不会那么重。如果很重的话，记得要把它先存起来，先把它存成 cache， 之后再去让它撞，这样可能会比较好。OK， 然后到时候地板要加什么小碎石啊，还是沙子啊，有没有？就让你们当作业，哦，因为我相信你们都已经会了。然后小石头跟沙子哦，如果可以哦，就让它全部一起也行，因为小碎片的其实模拟的速度不会很久哦，沙子可能久一点，所以你可以把一台车子弄一个沙子哦之类的哦。但是如果有像这样的状况，就两个有交叉的状况的话，我还是建议让它在同一个世界里面，这样会比较好。哎，这怎么 cache 那么久？我们稍微等他一下啊，好，然后看一下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其实应该没关系的，车子的话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OK， 这比我想象中的久蛮多的，我试一下就好了，稍等一下哦。
OK， 像这种它并非是模拟的，这个话，如果你有很多机器的话，你可以让它同时送出去，让很多台机器一起跑，哦，因为它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做不一样 的模拟嘛，哦，如果它只是一个 procedure， 比如说，哦，我只要在这个地方碰到这个地板，它就会有的话，那你不管动几次，它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散出去，给不同的机器跑，啊，这样会比较有效率。哦，我刚才不小心按下去了，所以我还是等一下哦。好，那之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很多人啊，还是什么的啊，千军万马，你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用 cluster points 把它切割成不同的区块，然后再让它模拟出去，这样，那可能会有很多人的脚印啊，那脚印怎么做？哦 ，intersection analysis。那如果是车子走过去，那轮胎怎么做？也是 intersection analysis。哦，那有时候还有，比如说还有别的应用啊，比如像，两个金属，哦，车子啊，通常是车子，哦，比如车子或坦克车或者是飞机相撞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火花，对不对？啊，那火花喷出来的那个点也是用 intersection analysis， 啊，应用是蛮广的吧，像如果有做海水啊什么的话，也有机会用到，因为我们经常要去定义它的接触面嘛，啊，你就可以用船的身体啊跟那个海面的 layout，的接触点，然后再把它分割出来。做客制化的水花啊什么的，都有的。Yeah. 好，快好了，稍微等一下，再稍微等一下。我们那个这个东西弄完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接着上哈。我们会先把这个车子的跑完之后，然后先教你们 HDA 吧，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熟练的时候就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可能下一次先来做就是可能树叶，Vanon 是胡定的一个布料 的系统，那胡定布料系统以前是蛮差的，可后来出了 Vanon 之后，它变得很快又很强，我还蛮推荐的，那我之前给你们的范例是一个车子开过去被撞开很多那种交通锥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把交通锥配置，因为你已经得到它走过的路径，所以你可以把它路径上的东西把它做替换，替换成交通锥又替换成树叶，可是交通锥是属于硬的。就是 RBD 的嘛，那如果你要做那个，比如说树叶的话，对不对？它不能让树叶硬硬的飞起来，硬硬的飞下去，那会很奇怪。因为除了硬的东西之外，也有一些软的东西。那软的东西以前的胡定也很难做，现在的话就变得很简单，因为加上 Vanon 之后，对不对？要怎么喷就怎么喷，你可以喷钞票，可以喷树叶，喷钞票比喷树叶简单，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东西全部都 catch 出来，然后我们再用 cluster points 来去看一下，这边可能会稍微重一点点，因为它东西也蛮多的。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它这些东西有没有被读取出来。哦，有，可以。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把这些东西分成这么多个，我不建议这么长的。因为会算得很慢，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把 cluster 把它弄多一点，当初我们一条是用三，当初我们一条是用十台机器，那现在变成三条了，那么这个圈圈可能少一点，可是也不够，来，我们现在需要把它调整一下，我们现在让它变成二十台机器，就是用二十。它东西跑过去跑到了才会出现，这样可能是比较好的做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把 close 把 blast 是什么？有第一个，是第一个，感觉应该是可以的。但我现在有点怕，就是说他每个 cluster 跑的时候会不会跑到一样的跑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看第三台车，第三台车一直在原地旋转哦，所以它有可能它的 cluster 会被覆盖掉、哦。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 cluster 有没有，因为如果它一直在原地旋转的话，它喷出来烟，我不太确定它会不会正常。我们先看一下哦，零是在这里，我要先找一下 cluster 有在这个地方的，哎，这个好像是。是原地旋转的一个 cluster， 时间点在这里。哎，不是，它是旋转。这一个是它时间点到的。哦，有没有？它过了没多久，它又有，可能可以了，因为它间隔那么久之后，它应该消散了，那才忽然又跑出来。我感觉可以。哦，来，我们来试试看。所以我现在到这边哈，要怎么使用？我这个是有吸取它的参数的哈、哦，这个是我的 number of cluster 减一啊，因为我们从零开始嘛，所以我们不能让它零到二十，这样会变成21个啊、哦，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吸它这个参数，然后把它贴上来这边啊、哦，就这样子，零到19一共20个，然后这个20个一起 merge 这样。好，我这样确定之后呢，我要怎么做？我就直接跟他说到 deadline 哈、哦，我这边有 deadline 的面板。刚刚说我要用我所有的某一些机器，比如说应该可以不用设了，就让它全部机器全部出动、哦、我就按 submit to deadline， 然后叫我要存档，我说啊、嗯、好存，哪次不存？现在搞定了、不管多少车，我也都全部搞定。所以。当你有很多车的时候，对不对？要做的时候，对不对？你就会做的比别人快，因为你会 wage， 对不对？我再来看一下，我的 deadline 面板，它现在就在不断的发送这个工作。你看它一次发送超多个哦，零一呢，它等下会发到19，这是我刚刚稍早的时候我测试的。只有一条路的时候，你看它会发送19个工作，不，它会发送零到19，一共20个工作这样。然后如果你有很多机器的话，它就会全部把它 pick up 起来、所以你看，你可以想象，当你有一台机器在运作的时候，对不对？跑这么大规模、这么大面积的模拟的话，一定会挂，真的一定会挂，因为你的记忆力一定不够。因为它东西量太大了。如果你要追求 quality。可是你又不想，你又没有足够机体的时候，你一定要用这招哦，来，所以它现在会有零到19个工作。我记得上次是跑得蛮快的，我会看一下这边的时间哈、哦，差不多跑了42分钟，这就有点久了、哦，差不多都跑了一下下，然后才搞定这样。好，那现在它在跑了嘛，哎，我们就有时间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可以顺便讲一下 HDA 的做法，我觉得今天时间应该是还算蛮够的、嗯、来，我先开一个新的鲁丁尼亚，来，我把它拉过来、嗯、上次我的这个我们来做一个工具好不好？我们做一个什么工具呢？我想一想，你的工具不能创在 object level， object level 它比较像是属于做怎么讲，比如说你看我自己的工具，我只在 object level 做了一个摄影机，这我客制化摄影机，可是其实我没有任何客制化，我只加了两个东西而已。这个是我想要，就是因为我知道 Maya 到丢过来的时候我都要乘以 0.01，然后就直接在这边做，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外挂很没有意义了哈、哦，因为 camera 如果你弄进来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加个那种，让它变成 0.01 这样就好了啊。好，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我们这个 geometry 进来哈、哦，
这里才是我们主要工作区，所以几乎百分之七八十的外包都是发生在这里。那我现在我要把我一个工具打包好了，比如说我打包什么，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我想一下要做什么，我们来做一个，我们来做个脚印工具好了，好吧？我刚好我今天在我的专业里面发了一个 soft solver 的那东西，我们来做个脚印工具哈。左边我们就给一个地板，对不对？那右边呢？我给什么？右边我就给一个人物角色，比如说我们喜欢的 Craig， 啊 ，Craig 哥，哎，来，有地板，有这个人。有地板有这个人，这个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东西，叫做 HV transfer。HV transfer，HV transfer 左边说 geometry transfer attribute to， 好，就给他的，因为脚印工具嘛，所以脚印会发生在地板上。那右边这个呢是什么？右边这个是，比如说做这个。这个产生脚印的人，对不对？好，这个把这样弄过来啊。现在 transfer 没有任何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要 transfer 的是颜色 ，color， 我就把它这样包进来啊。然后右边呢，我也给了一个颜色，我也把它这样包进来啊。来，现在这个颜色呢，我给它红色。那左边这个颜色呢，我给它黑色，黑色就是没有颜色啊、哦。然后就叫它 transfer 过来啊。现在 transfer 不了啊，就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啊、哦，第一个，现在这个东西，你看它的这个参数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打包物件，你会发现它是个 package geometry 啊。如果是个 package geometry， 对国定来说，它是只有点而已啊。你们看啊。当我按点的时候，它只有它的物件中心点有点而已，所以这个点其实对他们来说是说不通。好，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先把 unpack 反打包一下，反打包之后你来看一下，现在点是不是全部在表面上，而且它变成 polygon， 那就是一个已经解锁完毕的一个物件，然后再给它颜色，再让它 transfer， 现在就变成整个都昂昂的，都红色的。那是因为呢，我们这个 condition 这个距离啊，太远了、哦、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解析度不够啊，解析度在哪里调？可以在这边调，比如说我就来个500哦 ，sorry，500。所以你看哦，我现在这个人跟我这 transfer。他就得到这个啊，就好像他的脚印一样，对不对？啊，像这个很细致，可以稍微让它多一点啊。好，我现在呢就说我完成了脚印工具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嘛，所以我们再来玩一点进阶的啊。这进阶怎么弄？我们就用 soft solver， soft solver 是可以把你的你之前做过的东西，或者是你之前跑过的东西，把它存在它记忆体里面啊。就好像它会一直去累积它的一些数据一样啊。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看 Patreon 里面的影片，我有上传到 Patreon 上。那 Soft Solver， 我们先把它接在第一个节点，跟接在第二个节点啊。这就是我的 Soft Solver。啊，我这个 HV transfer 我还是需要，给我把它卡掉。我不用把它卡掉，我先留着啊，给你们做参考。然后我就进到这个 Soft Solver 里面。Soft Solver 它已经有五个东西。右边是1234是什么？第一个接口，第二个接口，第三个接口，第四个接口啊！你有没有发现，它这边有一些小程式？有没有发现 ？Operator op input path 零有没有？零就是第一个接口，一就是第二个接口，二就是第三个接口，有没有？这个点点斜线点点是上一层再上一层啊，它的上一层就是这一层，那、啊、再上一层是哪一层？就是表面层啊，就这样子而已。好，所以我点两下。进来，这个节点是一个很特殊的节点，它是跟前一个 frame 做比较。那我要怎么样？我就让它前一个 frame 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你都给我记住。然后第二个接口，因为什么是第二个接口？因为我接下来第二个接口这里，
好，然后这里也产生 HB transfer， 那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先跳出来哈，到 sub solver 这边看。现在我这样跑，你会发现我这样跑的时候，原本没有蓝色的，对不对？原本我这边没有是啊，你要怎样跑就怎样跑啊，对不对？那我现在呢，它会被记在记忆体里面。切换到这里的时候，它会有累积哈，那这样累积的啊，超酷，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就好像水墨啊，不那个写毛笔一样啊，把这东西写在这个板子上，这脚印工具啊，就叫这个脚印工具啊。好，所以这个东西我就不需要了哦。来，哎，其实也可以需要的哦。我们就让它有两个 output 好了啊。来，第一个东西这样接进来，第二个东西这样接进来，好，颜色也有啊。我就把这个这一大串东西选起来，那我跟他说这个箱子，把它打包，按一下这箱子。他现在把哦，你看，他把这所有东西把它包进来啊、哦，然后现在这个名字叫做 subnet 啊，这个 subnet 是我们把东西包进来而已，你看到第一个接口，第二个接口，第三、第四个没用到，先不管它啊、哦。然后这个工具呢，现在我们还要需要做输出啊、哦，因为它现在这边只有一个输出节点啊、哦，我们可以让它有两个输出，一个输出就是哦，我要。脚印被记录啊，另外一个是脚印不要被记录，对不对？那我想要先做脚印不要被记录，再做脚印被记录，这样子的工具，那就把它这样连出来。连出来是跟它说 output 哦，这是第一个 output， 然后怎样？它拉一下，连过来，跟它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第二个 output， 你看，零是第一个，一是第二个啊，出来看，你看到两个 output， 这样就有两个洞。这个我记得是没办法直接删、哦、可是你在打包成工具的时候，会帮你把它删除、哦、这个东西就不用那个太去烦恼。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些工具、哦、因为我们毕竟已经是个正常的工具了，我们就要把工具把它包在外面、哦、这样子使用我们工具的人就不用在里面再烦恼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帮他把这个，这是我们的基本架构。等一下我们还要做很多 switch， 让它可以打勾。先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把它删除。好，到这个句子按住它哦 ，edit parameter interface， 就是编辑它的这个 interface， 啊、就是它的界面啊、哦，把这几个选之后按 invisible， 它就看不到了。好，那但是 root 呢 ？root 就是根部啊、哦，就是这个面板的底层。那我们现在在面板上面放一些按钮啊、哦，来，按钮我要怎么设计？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我们先看有哪些参数是必要的哦。来，先选这个进去啊、哦。我先想一下啊，我要想一下，这东西要不要 unpack？ 如果它是一个物件进来的时候，它是打包物件的话，我给它打个勾啊，对不对？我给它打个勾，跟它说 unpack 再 pack 啊。啊，如果不用的话，就不用再做这个手续了，对不对？那这边我要稍微讲一下哦。一般的东西如果是 Olympic Unpack 之后，它会变成 Polysoup、哦、Polysoup 跟 Polygon 不一样、哦、Polysoup 是一个快速读取的 Polygon， 它并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点线面编辑，但 Polygon 可以、哦、你就这样想就好了。 Polysoup 就是为了要让它快速的去读取那个 Polygon、啊、比如说水，因为水我不需要读取所有点线面，可是我需要它那个样子，那我就用 Polysoup、哦、所以你看 Poly 然后又 Soup 就是什么汤嘛、啊，给汤汤水水的东西用，就这样想就好了、哦、那 Polygon 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编辑它的点、它的面、它的线，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东西。好，现在有 Polygon 那是对的，可是大部分的情况是 Polysoup， 所以我要再跟它再激活一下，给它一个 Convert、哦、Convert 预设就是 Convert to Polygon， 这样 Convert 就好了、啊、这是第一个。所以我等一下我要做一个按钮说 Unpack 打勾还是没打勾，那打勾没打勾，我要用一个东西叫做 switch， 来，这个预设零是打勾啊，再来就是没打勾啊，预设零，有没有？啊，在 color 这个就没关系了哦。
然后再来我要做一个什么？我要做一个这个里面 attribute transfer 这边有一个 distance transfer， 对不对？这个也是我需要控制的 啊你要脚印要宽还是窄啊？你需要这个嘛，对不对？所以我需要它按右键 copy parameter， 把它写入到这里面哦。因为当它有没有打勾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要一模一样，所以我把它贴上，然后变成相应位置哦。这样我就不用一直跑进来改。好，然后呢，我要再做一件事。这个 soft solver 在这里，跟在这里，我也要做一个 switch。哎，switch 需要吗？我现在一个就是预设就是 switch 出这个嘛，那我可能不需要这个。我要它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switch，说是什么？你有打勾的时候才有脚印，没打勾的时候就没脚印。所以你没打勾都会出这个，有打勾就出脚印，但它会需要你 cache，所以要注意，这样就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完成了一个按钮，两个按钮，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控制项。所以我会把按钮啊，哎，按钮是这个吗？button 也不是，应该是一个打勾勾的，然后二项式。这个二项式必须是一个 toggle。打勾，第一个打勾说什么？unpack geo 这是它的名字，就是名字是可以用程式呼唤的，所以要有程式用的名字，就是它很真正的名字啊。那 label 是解释你是何许人也比如说你的名字是王小明然后你的标签就是说动画王，你就在那边打动画王。那我这边可以，通常念都是小写或底线或一二三可是 label 的话就只是一个标签，就是它的面具之类的。你就想要，比如说 unpack，你可以打问号，Do you want unpack？这样子，哎，可以哦，好。然后我还可以告诉他什么，预设是零。还是一，预设就是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把它打勾，然后啊，再来还要一个 toggle 要 toggle 什么？就是说 toggle print，print 就 full print do you want full prints？这个也可以就这样子。然后我还要再一个什么？还要再一个 float，float 是干什么的？就它的 footprint 的 radius 所以我就写 footprint 底线 radius。就这样的，full size 好，这就可以。啊，这个地方就需要预设这边我预设一个值叫做0.1，好吧？然后我可以限制它的值是的范围建议范围是0到10，OK，或者0到5，0到30到2我就可以限制它的范围。当它还是可以超过，可它会有个预设范围。你会发现，有些预设范围是十，有些预设范围是一这个东西要知道。然后就可以按 accept。现在我们跳出来，你看到 do you want unpack？do you want footprint？然后你的 foot size 在这里。现在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没有做这些，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因为我还没有把它。因为我们只把面板做，我们还没把数字绑上去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要把这东西绑上去。Do you want unpack？按右键，copy parameter，点两下进来，这个是 unpack，就把它 past relative reference，有没有？就贴上来，它就被写入了。然后这边呢，这个 toggle 是另外一个嘛，所以跳出来，
Do you want the footprint? 按右键 ，copy parameter， 点两下，进来把它贴上去。好 ，footprint， OK。然后呢，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这个 size 嘛，其实就是 distance threshold。distance threshold 0.1， 先 copy parameter， 点两下，在这里面把它 past relative reference， 成功了。之后就在这边搞就好了，有没有？这个是微版 unpack， 王强制 unpack， 我们 unpack 好像也有，哇，好酷哦！我不用 unpack， 哦 ，unpack 成功，没 unpack 也没有，也真的也好酷哦，啊 ，unpack， 啊，那 do you want the footprint？ 等一下再用，那这个是什么 ？size， 有没有？呜呼，我们完成了第一个工具，太酷了！来，如果我忘记我原本的数字怎么办？我用 Ctrl 按着中键点一下它，它就回到原本的数字，预设数字。这就是我们刚刚在面板上面打的预设数字，还记得吗？预设数字，预设值啊 ，default 值是多少？在这里啊，然后它的值的区间会是0到2之间，所以我移到最左边就是 0， 移到最右边就是2。啊，当然还是可以超过了，啊，硬给它超过是可以的啊，但是没必要。我们设计一个工具是让使用者不要去用到不好的数字，所以 0.1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好，现在弄完之后还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它真真正正打包成工具，它名字比较叫 Submit， 我就刚刚说叫做 Put Print Tool Footprint Tool。 好，然后呢我按右键在这边，其实我想要就是加一个功能，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加一下，我们下次再继续讲这个。因为如果我加了这个 footprint， 对不对？它都会这样子，不会消散。我想要把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消散的功能把它加进去。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它要 footprint， 它就会变模拟功能。但是我又希望它是怎么样？它慢慢消失嘛，所以我们要加一个 decay。Decay 在哪里？在这里面，啊，我要给它 HV transfer， 好的 HV wrangle， 啊，就跟他说 at CD 的 R， 啊，就红色的部分会乘等于就是 CDR 会乘于某一个数，就是它自己 0.95 之类的，啊，但是这个只是先暂时的，我只是先给你们看一下会长什么样子，来。先我这样跑出去，不好意思，它必须在外面才看得到哦。啊，你看它会消散，因为走出去它会消散哦。那这消散是它每一格在运作的时候，它都会乘以一次0.95，所以它的值会怎么样？越乘越小，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消散的这种效果。那这个消散效果呢，它必须要是一个值，所以我现在不会把这 0.95 放在这边，我会把它放在哪里？我会把它放在外面，外面在这边我就给它一个，再编辑一次哦。今天是会稍微超过一点时间，不好意思。来，再来一个 float 放过来，这个消散，我就叫做 disappear rate。我就叫做 decay 就是消散哦。那这个消散必须是 only works with footprint mode 哦，然后是 float， 那 range 我建议啊 0.5到一之间，因为一是永远不会消散的，啊，对啊。好，预设值呢就给它 0.095， 其实你要它消散很弱的话应该是要 0.995 之类的，这个样子我就给它 apply， 其实我现在就可以 accept 啊，这个 decay 按右键 copy parameter， 点两下进来，这95我就不要啦，我就把它 past。Relative
pass， relative， 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正常作用。好，我们先跑到外面来看一下，再回到原点哈。我要它消散快一点怎么样？就给它来个 0.8 之类的，调少一点。0.8 是很可怕的哦，因为每一格都会消散的超快的，有没有？啊，那这个就可以。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就啊，这个最好让他们自己去控制了，来，这样可以。好，现在我们正式把它打包。时间来不及啊，我想一下，因为我们只要打包会超过太多时间，下一次我们一起打包好不好？下一次我们一起打包，把这个 blueprint 的工具把它打包起来。然后再顺便帮他制作精美的 logo， 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可以拿一个香港脚的 logo， 然后把它印上去，然后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工具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讲了蛮多东西的啊。第一个我还是希望就大家把这作业稍微做一下，可能不是一个 box， 可能是个别的东西，可能是几匹马 在地上跑。那如果你们没有适合的动画的话哦，我建议你们可以去这个 Maximo。忘记叫什么了，忘记。这个，因为这边上网抓一些走路的人啊，还是什么的。我看有没有什么四只脚的 horse， 不是 horse， 没有哎，可能人吧，无所谓啦，就找一些人一直在走路的，或大家一起来跳广场舞的啊，这样的东西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就可以把它可能输出 FBX 或者是 Olympic， 把它接到谷地里面，让它很多人一起在路上走这样子，这样可能比较好，好不好？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是一个还不错的哦。那你们也可以弄完这个动画之后，比如说我要弄动画让它是跳舞的，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再套用 Character， 就不用 Horse 了啦。就可以跟他套用一些，比如说这些辣妹，或者是僵尸之类的，或者是这个蛮酷的，这超帅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有吗？也可以用一些可爱角色就他在地上走你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老鼠在地上走的这个效果，在地上跳舞的效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可以放在作品里面的啦，而且。因为走路有烟尘啊、沙子或小碎石，是几乎每一个案子都会遇到的，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吧 ？OK， 好了，今天差不多是这样子，尽量练习一下，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再讲，继续把 HDA 的部分把它做完。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吧，谢谢各位。